我是 James，那么呢，我今天就想要来拍一个 vlog，因为呢，我等一下要去考那个 model 驾照的考试，然后呢，就想要拍一个 vlog 这样子来记录一下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准备一下咯。我们现在先来吃早餐先，然后吃饱好上路。OK，我们到了，先去报名先。OK，我们现在回来这里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也没有考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人数已经满了，然后我也没有提前的去 booking。所以如果你们是那些即将要去考这个 model 的话，你们去考这个电脑就。我个人建议是去 booking 会比较好，不然就像今天这样子，很多人，然后结果他就超过他人数，然后就不给其他人了，然后你就在外面这样一直等，然后又这样多人跟你排队去等，我觉得，不是很好，然后所以，我就预定了明天的，所以我们直接跳明天的画面吧，Let's go。哈喽，我们现在又过来这里，又是熟悉的地方。OK 啊，我们下去报名啊。OK，我们现在就是回来这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成绩。40题，差要42题才可以及格。哎，不用紧，我们再接再厉喽，还能怎样？再考过了，一级而已嘛，考过不了，怕么？不气馁的，我不气馁的，真的我不气馁的。我们学会一种精神，永不放弃的精神。从哪里跌倒，就从哪里爬起来，懂吗？这样子我们人才进步。我现在就是要来分享一下考 model 的过程，然后我现在只到5件吧，给你就是考 computer 的。然后呢，我考 computer 之前呢，我是有去上课的，那个要上6个小时，然后我考这个 model A 就头到尾啊，价钱大概是500-600多块这样子啊。虽然我不懂是不是每一个考 model 的地方的价钱都一样啊，我考的地方是在马布吉巴塞这里。然后，你去上课你就要还一个200多块钱，然后过后你就去考这个 computer 你要还28块，第一次考试还28块，然后你考没有过，第二次就是18块哦。然后第三次也是一样，好像啊，好像也是一样，就是我目前所经历到的事情哦。OK 啊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人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并且打开小铃铛。还有呢，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们分享你考 model 的过程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See you， 拜拜。